它这个鸡怎么会在桌上一直走来走去？因为啊，它是小金鸡，它是宠物。为什么它那只鸡跟一般的鸡的羽毛颜色会不一样？哦，因为它的品种不同，因为它不是一般的商业肉鸡，它是一个小型的斗鸡，它本身它就是在观赏，而且它很喜欢打架，所以它的品种跟血统不一样，所以它的体型跟羽毛也都会不一样。叔叔，你有听过一个笑话吗？什么笑话？就是你知道他们那些美国的黑人，他们都会养鸡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他们唱歌的时候都会这样，头都会这样动，然后要学鸡怎么动。是哦，对啊，啊，你有学过吗？没有。那你可以把鸡抱来抱看看，哎呀。它体型很小，而且又很乖，不用带它出去大小便，啊，它可以放在我们家里陪我们散步，陪我们看电视。那它那个眼睛要怎么分说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哦，眼睛哦，就是要像这样子，有这个零零角角，嗯，它要眼皮很厚，这样子一个圈圈，表示它很漂亮，它是一个很标准的小军鸡。嗯，我去日本学习如何饲养，跟它的品种还有它的比赛标准，回来台湾经过多年的富裕跟血统的改良，才能创造出这一只这么漂亮的小军鸡。叔叔，我跟你讲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就是我这个礼拜要去比赛。比赛什么呢？比泰拳。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要一起去战斗。你是我的吉祥物。